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我们今天要进入《旧约历史书》的第五卷，四世纪的第二次。我们打开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来看，功败垂成的基淀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五节，这边说，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电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请，请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得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力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电所要出来的金耳环。” 1> 重一千七百色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机电以此制造了一个以福德设立在本城厄佛拉。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福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机电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的家里。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世件，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取名叫雅比米勒。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雅比以谢族的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 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奠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后代他的家功败垂成的基甸。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记载基甸，他一上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非常谦虚的，在六章十五节呢，上帝找他要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他说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为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极渺小的。”他非常谦卑。第二个，他做事呢非常谨慎。他说呢：“如果上帝要找我，我如果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你自己。” 他很谦卑，很谨慎。那他做事呢也很机警，因为呢上帝要他把他家里的呃巴黎祭坛毁了。他呢是晚上做的，不敢在白天做，在六章的二十七节。所以呢他一出道的时候呢是非常谨慎、非常聪明、非常小心，也非常谦卑的。用我们呢爱棒球的人术语来说呢，他一上来就打了二垒的安打。第一个安打呢。 他把巴黎祭坛毁了。第二个安打呢，他用三百个人就把米甸人击倒，在第七章。可是他一生呢，就停留在这个二垒，一垒跟二垒，然后呢都没有回本垒，留下一个残局。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在灵性上，他上垒的时候呢，上帝呼召他，上帝与他同在，借着羊毛来。 证据证明上帝要与你同在，但是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没有跟真正在跟上帝建立约的关系，却跟巴利在一起。也就是说，他四十年之后呢，呃，当王四十年之后呢，当四4四年之后呢，以色列人又继续进入那个过去的堕落，灵性上没有任何的改变。第二个，在外交上。 米店把他们打倒之后呢，呃，他们借了基电打到打倒米店。之后呢，外邦下一个又辖制他们，也就是外交上的基电呢，没有真正解决四师的时代的真正的问题，所以灵性上在外交上他都留下残累。第三个家庭上的，他一出来生了七十个儿子，还不包括妾所生的那雅比米勒。 结果呢？那个妾所生的亚比米勒，妾把他原来亲生的其他的太太所生的七十个儿子，通通杀光，家庭的资产全全部报销。你会发觉这个人呢，功败垂成。上帝的儿女的侍奉，你留心，会功败垂成。实际上，《四师》整本书，这个人是关键的人物。 关键的事师，四师记第一章跟第二章记载呢，四师前面就有呃不同的支派轮流出来，但是犹大支派垮了之后，有骨牌效应，一个一个垮。四师记呢，实际上不是按着时间先后写的，而是先从南边到北边不同的四师轮流写的，先从犹大族的厄陀聂，后来呢，变压敏族的以户。 后来呢，是以法联族的底波拉；后来是马拉西族的基甸；后来包括以撒家族的陀拉，跟激烈的雅尔，激烈的耶佛他，犹大族的以比赞，西布伦族的以伦，以法联族的亚斯亚顿，最后是但族的参孙。虽然是不同的呃地理，不同的支派轮流出来。 但是四纪四世纪的读者读进去的时候呢，就仿佛进入隧道，进入隧道，有一个事实出现，帮助救他们脱离外邦的偶像的呃强敌。打败之后呢，以色列人继续跟巴利菲利斯人的信仰完全同化，上帝就呼起呼叫呃呼呼喊出另外一个外邦人来挟制他们，他们就呼求上帝。 上帝就派下一个世师救他们，完了以后呢，他们又继续跟呃外邦的神联合在一起。上帝就借起另外一个外邦的呃强敌来吓制他们。一直在当中绕，这个绕的过程呢，就好像读四世纪，就好像呢进入隧道，有一点点灯，灯完以后呢，又进入黑暗。下一个灯出来，下一个世师出来，没有好久。 又进入黑暗，在下一个世事出来，又进入黑暗。那个关键的人物就是功败垂成的基淀这个基淀呢，它呢是整个世诗时代这个隧道里面的灵性的转裂点。因为基淀之前所有的世师呢，不论是厄陀拉，不论是以父，不论是底波拉，看不出有任何的缺陷。 但是积淀之后的事实呢，比如说像耶佛他、像参孙呢，通通是晚节不保，所以积淀是关键人物。第二个，积淀堕落之后呢，作者把积淀的名字呢，赶它改成呢，因为他本来的意思是让巴律与他争论，可是呢，这个耶路巴律在第六章，包括第七章第一节。 八章的二十九节跟三十五节之后，第九章呢记载基奠的名字的时候呢，通通不用基奠，基奠完全消失，完全用耶路巴利，也就是说呢，领袖的名词呢，连领袖都拜了巴力，全民皆输，全部都忘了跟他们立约的是上帝，竟然跟巴力立约。 这个巴利利约呢，在八章三十三节，就是这边所说的巴利比利图，巴利比利图，比利图的西布兰布瑞特约跟巴利利耶，机电，全国上上下下,下跟巴利利耶，望的上帝救你们，招出一个誓师爱你们，把你们从外邦的辖制当中救出来，那个关键人物是机电。 前面的四师没有像他这么堕落的，也因为基甸的缘故呢，带来的整个四师更深层的黑暗，外压变成内乱，那个关键也是基甸，他的儿子亚比米勒杀了基甸的其他七十个儿子之后呢，你会发现呢，耶和他，在十二章杀了以法连人同胞，参孙给自己犹太人呢。 捆绑起来送给非利士人，还不是非利士人捆绑参孙。最后呢，十八章是但族的人杀了拉伊城的人，甚至到二十二章是以色列十一个支派联合起来要杀电雅敏族的人。这种呃内斗内杀的关键是积淀，因为拜偶像，他的儿子杀了其他七十个儿子。 四师隧道的关键人物是基奠四师从他之后呢，还带来一个神学的迷失，就是耶和华他他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为了得胜发许愿誓愿，只要上帝如果帮助我，我就把我的女儿任何人不管他是谁献为凡祭。这样的想法其实是迦南人的观念，用女儿。 后来呢，他的女儿果然后来被烧为凡气，带来整个灵性上的迷失、神学上的迷失。那这个是积淀之后的，不只是这样子。最精彩也最有名的事实就是参孙，这个被大力拉所吸引，后来呢眼睛被拔掉的无泪英雄参孙。 这个参孙的结局，关键仍然是积淀，积淀带来整个后面每一个，而且越来越残凄惨。包括这个呃最有力气、是最大力士，却死的最惨的这个参孙。然后以色列呢，到十七章到三二十一章呢，就进入灵性非常暗淡、道德社会整个十二支派互相残杀的黑暗的光景。那个隧道的转折点。 就是这个呃，祭奠，特别是隧道的尾端，包括呢，也是我们下堂要讲的呢。一个妈妈在儿子偷了他的钱之后呢，没有责备他，甚至叫儿子呢，鼓他给了给儿子一些钱，让他用一部分的钱去造偶像，甚至抓了一个立位人，立位人也为了饭碗去拜偶像，神职人员堕落。 因甚至呢，因此就产生灵性，影响到社会。有一个妾，立位人的妾，后来被强奸，被切成十二块，奸杀。这么暗淡的灵性光景，越到尾端越暗淡，不像开头。开头呢，他们打外敌，上帝呼召士师救他们。越进入尾端，跟头正好颠倒。 在第一章第二节的地方呢，上帝呼召犹大出来，犹大就犹大就找了西缅来征外敌。到了二十章二十一章，是犹大也是这个十二支派的头头，竟然呼召他其他十一个支派不再打外敌，是打他们自己的同胞艳雅悯人。也就是说，世事越来越暗，隧道越来越惨。四百年关键人物。 就是这个祭奠，祭奠之后，特别在隧道呢，前后隧道的头跟尾呢，他们是在头的时候在播金，因为上帝离奇他们而哀哭。拔呢跟续正好颠倒，拔呢他们是为以色列人自己的同胞变雅悯的人几乎被快被灭尽而哀哭。那因此祭奠呢，功败垂成。 的这个生命的经历，正好是整个四世纪的最黑暗的一个转捩点的写照，功败垂成。那放在第六章到第八章，提醒神儿女的你跟我留心，我们的侍奉可能呢是功败垂成，可能是晚节不保。神儿女的侍奉可能没有永恒的价值。 从基甸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呢，神儿女哪一些原因会让我们看不到有永恒价值呢？第一，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我没有说错话。中国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基甸正好颠倒。前面第六章，他呢得胜，把家里的巴黎祭坛毁了。第七章。 他用三百个人击败米甸，很成功。断断没有想到他失败的呢，是在下半场第八章。圣经的人物，你会发觉呢，绝大部分都是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大卫很成功，西线无战事，就开始进入色情的堕落。索隆梦王很成功，就进入堕落。 人间历史也在说明呢，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最好的例子就是三国时代的关公。关公有中国人生意人特别喜欢尊敬他的一个理由，这个人骑着吕布的赤兔马，拿了青龙偃刀，是一个很讲正义的人。曹操如何收买他的心，他都不愿意放弃跟他的哥哥刘备的兄弟之情。那他呢，很有本事的。 他呢，可以在孙权跟他要荆州这块地的时候呢，单刀赴会。意思就是说呢，我瞧不起孙权下面有任何人，我只要一个人，不需要任何侍从官，照常进去跟出来，安安全全的，很有本事的这个关公。他的本事还浮显在呢。曹操手下呢，有一贵兵呢，用呃毒箭射到他的肩膀。 他呢，不在乎，找了当时的名医华佗。华佗说：“我需要给你迷魂药。”他说：“不需要，你只要割就够了，割里面的毒。”他一边喝酒一边看他的义子关平下棋，割的声音啊，连关平都吓死了。他不在乎，不怕，他很有本事，他可以单刀赴会。这个人因此呢。 很英雄，很成功。不过他正好陷落在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因为呢，赤壁之战的时候之后呢，他的哥哥跟孔明到四川去发展天下三分。这个荆州呢，是孙权说：“我先借你们，等到你的哥哥四川发展完以后呢，这个地就要还给我。”他单刀赴会，他有恃无恐，因为加上呢，他就沿着长江的。 河边放了炮台，南边孙权的人想冒犯他，炮一攻就很容易呢，安然无事，高枕无忧。因此，他把他的精历的部队往北移，为了抵挡曹操。孙权的手下大都督吕蒙呢，很痛苦。 我的老板孙权派我去把这个荆州拿下来，荆州不拿下来的话，就是不可能征服中原，成为中国的元帅的。所以吕蒙很痛苦的时候呢，吕蒙有一个手下叫陆逊。不要小看陆逊，刘备死在陆逊手中。陆逊告诉吕吕蒙大都督，我知道你的仇反了，因为关公挡在前面，你要征服中原很简单。 你就告诉孙权，我们的老板说我不干了，降退，因为关公只怕你，其他看不起任何人。吕蒙听陆逊的话，结果呢下来以后呢，关公更是有恃无恐，根本把所有的部队精锐都往北移，南边根本就是空的，有炮台。陆逊就坐商船，其实是民兵，从长江上去。 曹操下来，卡死的关公，砍断他的头，大意失荆州。曹呃、哎、关公就死在这儿。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机电是如此，大卫是如此，所罗门是如此。因此，我们留意，不要怕失败，怕太早出头，太早成功。成功是失败的开始。第二。 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难过美人关。他这么多太太，这么多事情，后面七十个儿子加上那一个亚比米勒，当然会互相残杀。中国的过去的皇帝啊，这么多太太，这么多妃子啊，一定会带来内斗的。为什么呢？这个皇帝死了以后，请问谁接皇帝啊？比什么？比谁的硫酸比较毒啊？ 会内斗的，英雄难过美人关，参孙眼睛被拔掉，就是因为大力啦。世事当中的这个参孙，大力士也在色情当中垮下来。大卫也是色情当中垮下来。你说我灵性很好啊？大卫灵性很好，色情当中垮下来。所罗门王，你说他聪明吗？你不会比他聪明的。他有一把刀。 就知道呢，那一个人杀孩子的妈妈，这么聪明的人，也是在色情上垮下来。英雄难过美人关，连亚伯拉罕都有婚外情啊。后来生出了以杀呃夏甲所生出的以斯玛丽，现在还变成中东战争的最根本的原点。英雄难过美人关。 不要夸口你的聪明，不要夸口你的智慧，特别是成功的积淀。我是以色列的救主，因此我配有这么多太太。结果就害了你自己的家庭，家庭所有的资产，七十个孩子被另外一个妾所生的杀光。第三，大罪是了小罪累积出来的，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他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 一定不是一个太太所生的了，没有一个妈妈这么能干可以生七十个儿子，很多妾，很多妻，一个一个娶，一个一个娶，开始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后来你知道所罗门王也是如此，娶了一千个，一千个，一个一个娶。那提醒你了，你留意，不要以为我只要大罪不犯，小罪不断。 错了，小罪会累积成大罪。你有没有听说过爱斯基摩人捕野狼的方法吗？爱斯基摩人如何捕野狼呢？冰天雪地捕野狼怎么捕呢？很简单，他呢就放一把刀，撒鲜血，野狼闻到那个味道来，喜欢刀上的鲜血，就用舔舔的结果呢，刺到他舌头冒血，冒血结果呢越舔越冒血，最后流血过多死在那儿。 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第四，会做事的不一定会做人；会做事的不一定会做人。他公报私仇，河东不是圣战，河西是圣战。河东他杀过界，公报私仇，在第八章的十八节记载呢。河东他要追西巴跟萨木拿原来是他们杀我的同母的兄弟，因此公报私仇。第二，他怀恨在心。 他特别对苏哥人跟秘努伊勒的人呢，他要杀到河东需要支援，这两个地方的人不支援他，他说我回来以后呢，一定把你们砍了，把他们杀了。他呢怀恨在心。第三，他挑起族人的仇恨，以法连人在河西，为什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我们去帮忙？他呢包容以法连人，但是呢却不容苏哥人跟秘努伊勒人。 哦，他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领袖来支持所有的支派，他呢挑起族人的仇恨，他很会做事，但是他不会做人。更重要，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他儿女。他每一个儿子会这么堕落，会互相残杀，因为这爸爸呢不会原谅别人。这个爸爸呢会公报私仇，这个爸爸会怀恨在心。父亲的背影。 深深影响儿女。第六，得罪神的一定会得罪人。做了以福德得罪神就一定会得罪人，因为他做了以福德，因此成为他全家的网络。神的儿女灵性上可能没有永恒的教职。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几个重要一些反思。第一个，你在成功的时候，一定要看重你的婚姻。 成功的时候看重你的婚姻。第二个，顺利的时候你要结交好的属灵同同伙伴。机电很成功没有属灵伙伴，守灯王成功没有属灵伙伴。你成功的时候一定要属灵伙伴。第三，留心属灵的四步定律。属灵的四步定律就是：第一，你的属灵恩是不等于属灵的生命；第二，属灵的知识不等于认识神；第三，能力过人。 不能保证定能胜己。第四，虔诚的信仰不能遗传。属灵的四不定律，你要留心，免得自己呢侍奉没有永恒价值。第四个重点，不能原谅别人的，记住，受害的就是自己的家里人。不能原谅别人的，你的家人互相残杀，受害的是你自己。这是第四、第五。 属灵领袖要留心，晚节不保。你要留心，你会不会晚节不保？结局的时候呢，把前面的所有丰功伟业通通毁了，除非怎么办？这五点很重要。第一个，在成功的时候看重你的婚姻；顺利的时候建立好的属灵伙伴。留心属灵的事不定律。第四呢，不能原谅别人；受害的是自己的家人。第五，属灵领袖留心晚节不保。最后。 留心，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用别神，你自己经历到上帝的恩戴，你自己也知道上帝让羊毛干的外面是湿的，里面是干湿的又变成干的。你经历到神，你也经历到上帝帮助你，可是你经历到神，为什么还用出以福德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结局呢？你的家人互相残杀。 你的灵性资产报销，你的家庭资产报销，你的外交，你的所有的丰功伟业，通通因为你下半场晚节不保，神的儿女一定要留意，你不要变成这个世事时代的一个关键，因为你被转弯进入堕落。我们需要祷告，特别领导们低头求主怜悯，亲爱的主。 帮助华人教会每一个领导，每一个同工，每一个长职，每一个基督徒有属灵伙伴。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的帮助，更多的了解我们是很软弱，不要晚节不保。让我们终身到老为主使用，能够安然见主的面。好，让我们欢欢喜喜知道你称赞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而不要像积奠。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门。愿上帝祝福您平安。 再见。